这角色10，我看要炸了吧？好像还好，应该还好。你好，我是天才樱木花道，多多指教。今天，这样感觉就要炸了。不要拿越野红名出来开铐吧，找个机会玩一下进阶猴子仙斗士安安啊，好啊，是有点难呢，要配队友的阵容啊。干，这是能打的吗？我想一下，啊，而且这越野还没有穿衣服哎。球二安安啊，好球好球好球，还好啦，没有长谷川都好打。那个潮起其实没有那么好踩，应该说我觉得两分就算被踩也是有机会可以顶得进。感谢艾文哥的666颗星，还不错啊，身体还不错，好像没有确诊吧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要不要验呢，因为毕竟有接触过，而且我接触到那个人还确诊了，感觉是要验一下，晚一点再验好了，好不好？晚一点再来验。跳宝宝会赢哦。他们如果可以把防守做好，我觉得有的打，但是有点偏难。你可别小看我了。那就位置。干啊！这个直接后撤，真的是很有料哎，人家就在你面前哎。你这个混蛋！靠腰啊，按错了。然后他还学到一个三转的，往左的，等一下一定会被这个吃。真是不敢相信，这可以漏的。真是不敢相信。剑，看我被 Q 被 K， 我的球没有一球是巧合的。这越野一定会被流川吃爆的，真的，妈连衣服都没穿，乞丐脚哎，不是瞧不起没衣服的，而是你拿越野打急流，我讲过很多次了，你越野所有的招式在急流身上都好用的，真是不敢相信。但是长谷川还不会守，还不会去帮他守，就很麻烦。不知道这拿长谷川拿出来是要干嘛的，手也没有在帮他守的感觉。真是不敢相信，越野超容易倒。包在我身上，差一点我，只能自己拆。看这是能打的吗？有料哎、欸！如果这样子能打的话，对面会爆开哦，对面会爆开，就是打到后面就很难输了。我的球怎么没有一球是巧合的？
我感觉要输的场怎么又要赢啊，兄弟？哇，不行，瞄不下来，我得了啦！樱木花道。哦，我感觉有希望，有了，这流川不会踩。靠腰啊，怎么没有进？而且我的补控也空了，靠！哦，这个，捡到了，再一个后撤吗？我是篮板王樱木花道，进了吧？我是篮板，但我的板很硬啊，没有进没有关系啊，因为对面急流看起来不会守啊，连踩都不会踩啊。没有问题啊，哈哈哈！干，我都觉得他要踩不到，踩不到的。那板虐打不赢我啊，一个板就虐烂他了。哦，还好，我觉得如果板是可以那样赢的话，如果板是这样子获胜的话，就是我觉得他顶到无所谓。说真的，我要打败你们，放心，只有拦不住我的。不是只有你错了，我也错啦。越野高几率下一颗会进，要开大了，绝对不能输。我的球没有一球是巧合的，你可别小看我了。不，可是对啊，可是越野帮忙踩长谷川那个点会漏啊，会漏爆的那种啊，被盖了，盖他这是怎么上了、啊？我操！又让比赛回到起始点了。哇，这场我就要跟我抢帽，他盖到快的进。但还有这把真的是板够硬的、欸。啊！关键的一颗。我的球没有一球是巧合的，哦，这给干扰，可惜，给的不错，但他三分不能再顶了，除非倒了，靠腰啊，他怎么回到这里？我是篮板王丁木花道，篮板稳稳哒，么么哒，稳稳的，不要自信三，不要落，收工啦，各位，又 C 了一把，兄弟，八个篮板，面对双塔的时候。太神啦、啊、我觉得主要是我的对面防守流川不应该，就是流川那个点应该是可以全踩，在没有被晃倒的情况下，流川枫应该是要能全踩，踩干扰就好了，不要跳，然后越野就可以比较把重心放在长谷川身上，他们被长谷川偷太多分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被长谷川偷太多分数了，所以就会变成说内藤会想要补过去，内藤会想要补流川那边，因为流川是不会守，所以就变成两个都漏，就一直守不到这样。我快笑死了，这阵容可以赢，太神啦！巅峰赛。